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老罗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去追求他的理想，奔赴他的远方了。然后他不是特别喜欢吃蟹吗？正好现在是吃大闸蟹的时候，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了，正好今天就到了。然后先拆开来看一下，我买的这个不是阳澄湖的，是太湖的大闸蟹。不过死蟹是包赔的，所以现在来先拆个箱，录个开箱视频。如果有死掉的话，就可以找客服做赔偿。哎，死了吗？怎么不动啊？嘿，哎，这个还活着的，这个应该是活的，你把它我拿出来看一拿出来下，点。这多大一只的？3.5两的。还挺大的啊、哦。我买的是3.5到3.9的，老贵了呢。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我不是买了10只吗？怎么还多了一只？11只？可能那个老板觉得我好看，觉得我那个网名起得比较有个性，所以多送了我一只。我的京东的购物名叫。超人不穿内裤，这一只好像有点死，这个还是活的。10只全都是母的，因为母的吃黄，公的吃膏。10只全是母的。我买的是3.5到3.9的，我来称一下，看够不够，走开不够。等会我拆一个给你打一件啊。先来称一下，这是最小的，小的够的话，大的应该也够。走开。0.16，这个是公斤秤，0.16的话就是多少？是您，三点二，就，三点二，嗯，那不够呀。你搞只最大的看看。最大的就是这一只了，这一只也是0.16，带绳子啊，其实，啊？带绳子0.16，三点二，而且是最大的，那就是被坑的了。三点二，这一只嘞？这一只就够，这一只3.26。这一只3两，这一只也是3两，总共11只，过了一下秤，只有一只是够的，3.6，剩下的全部要么3两，要么3.2。我买的时候是3.5到3.9。十只哎，也就是说低了一个规格了，这多少钱一只啊？10只总共是468，那就是50块钱一只将近要。对啊，但是低他了一个规格，还给你多，多送了一只。哎，算了，我也懒得找客服了，做生意都不容易，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当时称是够的，这个快递途中水分流失啊之类的，就少了那么一两两。吃吧，这又不是水果。哎，算了，我是没精力找客服去了。我等会给你蒸了吃，你吃蒸的还是炒的？闸蟹肯定是真的啦，你谁会吃炒的？我拿上去刷，我拿进去刷，刷了就可以蒸了。你像跟老养一样，这还叫刷螃蟹？人家都说这种螃蟹都不用刷的，很干净，简单的意思一下。还活着吧？这我听到声音了。都是活着的，都在吐泡泡，我看了的。现在老罗来替我了，因为要洗生姜、洗葱，我感冒发烧，不能碰冰水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，老罗。为什么有点行动不便啊？都是伤员，小心手哎！我搞这点事还是能搞的，好不好？看着怕怕的。你以为像你一样？现在把锅架起来，开始蒸了。又到了烧火的季节了。把火烧旺点。火很大的，全世界最大的火，好久没烧火了我。你把11个全蒸了？不蒸的话就会死的。
那也是。你可以把它蒸熟，然后放冰箱里面。刚好一锅。还挺大的。完了吗？还要放生姜啊？这里。多放点，不然我吃不了，我感冒。你本来就吃不了。啊，不带这样的。我小手擦干净了。你的小手擦干净了，过来。你奶奶在这里。我小手擦干净了，在不在？没在。对，没在。你看锅里面是什么？看锅里。要不要吃？看现在锅里面热了，它那个爪子在动。它醒来了。它醒来了，对。来，葱赶紧丢进去，等会可以吃了。洗个热水澡。在上面。再吃。锅盖。蒸多长时间？十五分钟吧。应该是。一下再吃了。你感冒的人就不能吃啊。我们三个都不能吃哎。很卡。轩，哥哥，我要卡。我们三个感冒都不能吃啊。我要吃。你要做什么？排。来，过来陪我在这里烧火，外面冷死了。我们三个都感冒。我贝贝贝贝刚出院，轩轩今天又发烧，我也发烧。我用这个卡来，把这个卡打开。老罗这个破厨师，忘记倒料酒了，现在来补一点。这样会不会蒸不好了？又揭锅盖。反正我吃不了，随便。有十五分钟了，赶紧的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一起来，我的后脑勺就好痛。哇，好红哎！这一只它要越狱吗？都翻了都。来。烫。多了，没那么烫。你厉害。这里装不完。先拿一碗出来。好恨啊！先拿一碗出来。来，阿姨。嗯。可以吃了。你能吃不？吃吧。来吃一只。我也吃不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吃只脚。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就吃一只啊、哦，就一只。你吃不吃跟我有毛关系？哎，这肉还挺肥的。来看一下这个黄多不多啊？多一点都不黄啊。我被骗了。你看这都是膏。他说现在是黄最。最多的时候，怎么是这种颜色？就是没熟还是什么？熟了呀，它这个黄怎么不黄啊？白白的。对啊。难道太湖的，就是黄是白的吗？嗯、阳澄湖的就是黄的吗？这里有一点点这种黄的。那个是膏。这是黄的。嗯。怎么这么一点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里面好多黑色的。哎，不好吃，它这肉也不好吃。肉还挺肥的，不多。嗯。啊、哦。嗯。你把这个黑色的关掉，阿姨。我拿勺子吃。对，你就拿那个黄色的出来吃就可以了。黑色不可以吃。嗯，黑色的太寒了。其他可以吃，就那个黑色不能吃，把黑色刮掉。我现在也在吃，我还没有。告诉我阿姨什么不能吃，因为我的感冒好像不能吃螃蟹，因为它是寒性的，很寒。我是着凉感冒，吃不了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400多买的，我不吃我就亏了。所以先吃，感冒了再去买药。没事，家里面有很多感冒药，快过期了，再不吃的话就浪费了。我感觉是不是弄反了？是公的吃黄，母的吃膏。我也不知道。嗯。此问题交给评论区吧，靠各位大神了。到底是母的吃黄还是公的吃黄？到底是50块钱一只的螃蟹就这么点黄？对。我肉挺肥的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。都感冒吃不了，就老罗一个人，便宜他了。我跟阿姨吃一只，剩下的大家来跟老罗分享一下啊。
还有就这个到底是公的吃黄还是母的吃黄，我们评论区见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们就先吃了。